10月29号晚，张杰在家乡成都举办了2016我想世界巡回演唱会。秋意渐浓的成都体育中心，虽然是露天场馆，却人气沸腾，一票难求。30000人的场馆内座无虚席。结果当晚演出后，凌晨3点更博。成都真是让我心碎的城市。每次回到家乡，都会感受到家的温暖和热情。像今天这样淋漓尽致的唱歌，不就是我们曾经梦寐以求的吗？可泪水却又在最后一刻决堤了。我爱你们，最长情、最懂我的星星们。当然，结果也不忘重点感谢当晚演唱会的特别嘉宾莫文蔚。谢谢 Karen 莫文蔚女神接受邀请，作为惊喜嘉宾出现，再唱《一念之间》依旧那么天籁。老公的娜姐昨晚看完演唱会后，更激动地翻出了10年前第一次见到杰哥写的博客文章，并说：“12年，你说也是一个新的开始。在网上看到我在2006年第一次见到你以后写的一段文字，你现在还是那个直接、简单、坚持音乐梦想的你。看见这篇名为《新的麦霸好朋友》的博客内容，绝对是麦霸。偶尔听到他的歌，觉得特别好听。他是我的人，可以听到他好听的歌。娜姐当初这一句句话都是迷妹心泛滥呀。”芒果拉新闻，莫文蔚是演唱会嘉宾的正确打开方式，把刀。